今天呢，又跟大家介绍这个网站呢，是 SCDK 哦。之前有介绍过，那它这个网站呢，就是有贩卖一些游戏的 CDK。那这些 key 呢，可以用在 Steam 上面，可以用在 Xbox 上面，当然也有卖这个 PlayStation 的。然后它有 gift card， 还有这个 for 那个 PC game 的游戏哦。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它这边还有一些，比方说刚上市的这个《碧血狂杀》，它这个是 for Xbox One 的。原价是2000多块，它现在只要2171块。那如果你有 Plus 的话，就是2135块。进去看一下，它如果输入我的 Key 的话，我看一下，点一下购买，这边输入 Key， 降03，大概可以折个64块吧，2070块。那它这次活动呢，主要是有这个万圣节的活动啊，可以看到这个很大一个这个地方，点下去之后，它会到它万圣节的活动，那它最高的金额折扣有到86%。那如果你有注册这个网站的这个会员的话呢，你就是每天可以抽这个活动啊，看一下可以获得。OK， 它是一个 Zombie Ball 的 Steam 的 Key 哦。这样就看到我的 key， 我先把它遮起来哦。那它每一天可以获得的礼物不太一样哦，就可以，我觉得这个还不错，就是可以你去看一下，啊，搞不好会抽到一些比较稀有的游戏，然后它就是会有一些什么折50%、半价或是4折的游戏哦。那它这边还有其他的新游戏，像《奥德赛》啊，像这个《魔物猎人》啊，这个《Far Cry》啊。OK， 那接下来呢，这四个呢是在万圣节会出现的优惠的商品哦。那只有在当天才会出现，我觉得可以来看看挖宝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哦。那接下来这边会有就是将近有 86% off 的那个商品 ，Windows 10， 然后 Office， 这是 Office 加上这个 Windows 10哦。那下面还有这个大家最喜欢的这个方舟的 CDK， 它是可以哎，等一下，哇，几乎是半价了，24.99块，看一下24.99块是多少钱？要乘以35块，因为它是欧元啊，874块啊，这个将近是6折吧，4折，将近一半哎。那哇！《战地风云一》这么便宜了，11块欧元哎，看一下11块乘以35块是385块，哇！还有大家最喜欢的这个《侠盗猎车手》，15块欧元啊，15.49，哇！这个 GTA 才542块啊，万圣节如果想要拼一波的话，可以买一下啊，还有吃鸡耶。吃鸡16.99啊，等于594块，等于将近是600块钱就可以买到这个 PUBG 的正版 CDK 了。它可以用在这个 Steam 上面。我看一下，如果买它的话呢，买它，再输入我的 John 03，再折0.59，将近19块美金是吧？19块美金乘以30，将近570块，我觉得这个还蛮划算的啊。当初我是刚出来就买了，那时候几乎是半价以上了吧。OK， 接下来我们介绍这个 Windows 10的部分哦，它现在是474块哦。那如果你现在购买的话，它有些折扣，折扣 10% 吧，我看一下，降10，申请。啊，折47块变成426块，然后提交订单之后，看一下到哪边出现这个画面哦，然后点这个 PayPal 或是信用卡，啊，信用卡要再加 2.7% 服务费哦，所以就是点这个 PayPal 的话，应该是可以直接付钱哦。OK， 然后他就直接到了这个 PayPal 账号。这边直接输入 PayPal 账号，登录之后
或者是这边15的信用卡就可以直接购买了。以上呢是我目前在这个 HCD 可以看到有这个特价的游戏哦，那喜欢的朋友呢不妨到上面来挖宝一下咯。那影片先到这边，喜欢的话按个赞哦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